奶四小条子，我还怕我忘了我咋这个带的住。一六六哈，哎，九九哈，这你给打电话，地方没弄走了哈，再送去，这送也不送呗。哎，你看，没弄完再贴上，我贴上。到现场把你煮，我到现场我得看你煮大小，我得看完以后才能给你上车。啊，这今天这个你这个这样子不行的，你看这是我叫你接了硬到车顶不能拽来了，那车顶定位不能拽，到车顶就不能往下下，因为什么我都不叫你往下拽了，要你横车顶去。车顶定位啊？有，那得有，那得有定位。为什么要弄定位？他现在就得定位，就是标准化不定位嘛，就得标准式定位。那个车里有个大老母猪，得补贴很多钱啊。他大老母猪就按最大标准补，一百八十公里，八十公里一百六公里。啊。一百，这最大标准不是八十公里吗？八十公里那能补贴多少钱？具体补贴多少，他上面谁不知道？上面不知道。咱不管，只管开票给他，具体补贴多少钱，这是财政事情。啊。哎呀，这个小的给多少钱？小的，他这也上面按你杠杠来，具体多少也不知道。他上面他按大小，他有比例，他怎么给不出发又按不住。我们家那只小猪今天早上生病死了，我姑姑妈把它送到这地方，给它进行无公害化处理。每只小猪能补贴20块钱，这样省得它污染环境了。